来了来了，斗马有意思吗？行行，给你不逗你了。好了，胡萝卜也吃完了，我带你去见病的皮。病皮师，满墙的体帖都到位了，走。哎呀，小坏蛋，你看他一进来在干嘛？我们先把旧的体帖拆下来，一敲，一拔，干体帖就下来了。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下超级解压的声音。哎呀，巨峰，你在干嘛？把师傅衣服都弄脏了。就知道你会这样，还好我这次提前给师傅准备了新衣服。来，师傅。不要，我洗那个吧。没关系的，我在唯品会买的，天天都有大牌疯抢，三折封顶，超划算。现在连我评论区新人还有福利，师傅您试一下，尺码不对我喊顺丰，当面来换货。最后把钉出来的钉子修剪掉，表面打磨平整，涂个护体霜就大功告成啦。定好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